很多家长会问老师，怎么样才可以让小孩把音乐学好？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我的恩师，台湾的小提琴教母李淑德，她曾经告诉我，记者问她，老师你是怎么挑学生的？为什么你可以把学生教这么好？我的老师告诉我，记者都问错问题了。因为我根本不挑学生，我挑的是家长。过了很多年之后，我发现我的老师跟我讲的是对的，因为好的家长会谨慎的帮你挑到好的老师，在这样的前提下，他们非常的会配合老师，然后在家里，他们也把小孩的态度教得非常好。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家长，你的小孩学音乐会学得多不好呢？想知道更多东西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我是张杰伟。